就这个，你看，他不在这个，道具功能里面，点配置服务员有这个东西。我现在拿着这个三星的这个机器，然后通过朋友找到一家专门做这种解锁的，我看看他能不能给我解开。这个 K 机锁应该可以刷得掉吧？可以刷掉是吧？大哥告诉我那个机他解好了哈，咱们现在去看一看去。哎，大哥，那这个就是它可以现在可以抹除什么的不？就比如说花园啊什么的，玩都就一切正常了呗。看一下啊，现在在点那个告急功能，里面就没有这个服务的选项了，就已经完全给它解掉了。三星的 S235，我说你之前解过这东西吗？我们经常在解 啊，经常解这东西是吧？我怎么感觉你好可以啊？厉害！就是因为我们经常解。OK 了，全欧。啊？昨天解50个呢。啊？什么叫做华强北大神无处不在啊？搞定。